你吃玉米好像很好吃哎，有很好吃吗？嗯，还有一个啊，你要吃这个是小熊软糖。这个是啊，你又把小熊软糖吃掉了。那个是爆米花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熊软糖，啊，你要给它吃，哇，掉下去了。你喜欢吃小熊软糖也吃太快了吧？三个都一下子吃完了。好吧，吃玉米，这个是玉米，这个是小孩。这个是爆米花，这个是火锅，吃光光的火锅。你要吃一个这个甜甜哦，辣辣。你用讲的，这样我听不懂。火锅。你要吃火锅。我已经吃撑大肚子了。